我哋利用咗 Power Apps 喺一個月內就可以創造咗自己嘅第一個應用程式，加上 Power Automate 同 Power BI 嘅幫助，我哋原本要四日完成嘅工作，而家一個鐘頭就完成啦。宏雅按揭於2002年成立，為香港本地嘅買家去提供一個可負擔嘅按揭方案。過去20年，經過宏雅批核嘅按揭已經超過300億港元。我哋一直勇於利用創新嘅科技去提升員工嘅體驗同埋營運效率，以滿足市場不斷嘅改變同埋客户期望，加速業務發展。所以我哋喺幾年前已經開始自己諗，可唔可以自己有一個自己嘅內部 mobile apps 咧？令到我哋嘅員工可以無論身處何處都可以做一個銷售同埋查詢數據嘅作用。咁我哋當初去同宏亞按揭去接觸嘅時候咧，知道佢哋即係自己裡面嘅一個 IT 團隊咧，就冇一啲即係 mobile app 嘅 development 嘅 skill set。咁變咗佢哋亦都需要即係可能會去揾一啲人咧去做一個即係 mobile app 出嚟 for internal use。咁相對其實成個嘅 development 嘅 cost 咧會好大啦。咁亦都即係要相對一個比較長嘅 development 嘅時間。咁作為 Microsoft 嘅 partner 啦，咁我哋都明白到即係有Power Apps 啊、Power Automate 啊同埋 Power BI 呢類型嘅 local platform 去幫佢哋去做到呢啲 internal 嘅 applications。咁相對應咧，其實成個嘅 development 嘅 cost 可以絕對減低到啦。咁同埋佢哋相對應嗰個即係 development 嘅 cycle 咧，會係好短嘅。由構思、學習到 launch 第一個 Power Apps， 我哋其實只需要少於一個月嘅時間。近年來，我哋其中一個主要業務就係同地產發展商合作，為準買家提供高成數按揭。不同嘅樓盤有不同嘅價錢，亦都有多張價單。每次有唔同嘅價單出現，又要翻公司，又要印一大輪先可以再攞落去。整個流程差唔多要4日時間。但係有咗 Power App 之後，咁同事喺後台咧就會將最新嘅價單同按揭資訊咧就上傳到系統裏邊。咁前線嘅同事喺樓盤裏邊咧，就好快咁知道最新嘅資訊，同客户去溝通，根據佢哋嘅情況，自動揀選出最合適嘅按揭計劃。另外，我哋都利用咗 Power Automate 嘅功能，令到我哋嘅整個流程更加自動化。例如，將一啲申請表自動 send 俾客户啦 ，send 一啲 SMS 提醒客户補交資料啦，令到我哋整個客户體驗都提升到。而管理層無論係身在 office 或者外邊，都可以透過 Power BI Dashboard 嘅方法，可以即時查詢到公司嘅業務流程，而作出最適合嘅決策。未來我哋都會繼續同 KP Quest 合作，利用到 Microsoft 嘅 Big Data 同埋 AI 嘅功能，提升競爭力，為我哋嘅品牌建立良好嘅形象。